那把港版国安法变成这个宇宙最气令啊，都管到台湾来啊。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字是中华民国。假如他这个公文寄来，马上就到税纸机里面税表。我们这个是360度的 VR 哈，所以当你开始踩踏之后，你就可以轻松悠游的在现在外面烈阳36度的高温当中体验高雄的美哈。那在一架球在机里呢，也可以360度的转向。对，这里面的就有包含它的数据，还有投放广告的部分。这样的体感，其实在很多家庭都非常的。对，那你可以挥拳吗？对。好，可以丢吗？这个法案是太扯了哈，那也严重的侵犯香港的民主跟法治。那把港版国安法变成这个宇宙最气令啊，都管到台湾来啊，这个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字是中华民国，所以高雄市政府未来绝对不会配合，也不会理会啊这种违反人权、侵犯民主自由的相关的这些法令。假如他们对于政治组织把高雄市政府算在里面，他这个公文寄来，马上丢到税纸机里面税表。把陈其迈说装冷气，韩国瑜说装冷气啊，所以陈其迈就是韩国瑜2.0啊，这个逻辑上。恐怕是有很大的问题嘛，这个李议员可能要多了解一下啊，他对外发言才不会发言一再的出错啊。那这个我觉得韩议员应该是要好好的把他的政策整理一下，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做一个清楚的理清嘛哈，变成韩归李水啊。我认为对高雄来讲，市民期待一个新市长能够重开机啊，加速市政的推动，好，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可以为高雄贡献心力的地方，好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，好，而且也要更努力的来赢得市民的认同跟支持，也许对我来讲只有这一次的机会，好，所以我会特别的珍惜，好，也会特别的努力。为什么说只有这一次的机会？有时候很难说，你这个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也不一定了，但是有时候，对我来讲，让高雄更好是我的使命嘛。啊，我有机会，在行政院的历练啊，跟在过去中央地方的历练啊，然后让高雄能够快速的转型哈，也许在行政院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，这个是一个让高雄能够大力的发展啊，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重生的机会，我会努力。